从下个月一号起，逃避公路收费的驾车人士将面对更严厉的惩罚。违例的驾车人士呢，面对的罚款将是目前金额的5倍。陆路交通管理局宣布，逃避关卡出入过境费用、外国车辆入境准证费以及公路电子收费的驾车人士，面对的罚金呢，从目前的10元增加到50元，重犯者则需缴交100元。因为没有缴交罚款而被提控的首次违例者，一旦罪成，将面对最高1000元的罚款或长达3个月的监禁。陆路交通管理局已经从5月起增派稽查人员，在乌兰河大使关卡取缔逃避各项收费的驾车人士，同时呢增添告示牌，提醒驾车人士缴交费用。当局表示，逃避公路收费者中相当一部分来自国外，他们一旦离开了我国，将很难追查到他们的下落。因此，当局正探讨修改公路交通法令，禁止未缴交关卡或是公路收费或罚款的外国车辆出入境。从下个月一号起，逃避公路收费的驾车人士将面对更严厉的惩罚。违例的驾车人士呢，面对的罚款将是目前金额的5倍。陆路交通管理局宣布，逃避关卡出入过境费用、外国车辆入境准证费以及公路电子收费的驾车人士，面对的罚金呢，从目前的10元增加到50元，重犯者则需缴交100元。因为没有缴交罚款而被提控的首次违例者，一旦罪成，将面对最高1000元的罚款或长达3个月的监禁。陆路交通管理局已经从5月起增派稽查人员，在乌兰河大使关卡取缔逃避各项收费的驾车人士，同时呢增添告示牌，提醒驾车人士缴交费用。当局表示，逃避公路收费者中相当一部分来自国外，他们一旦离开了我国，将很难追查到他们的下落。因此，当局正探讨修改公路交通法令，禁止未缴交关卡或是公路收费或罚款的外国车辆出入境。